务秘书吴小厨应邀出席。这会中由刘国雄经济解析东西方对于健康的不同概念，像是营养跟静养、运动与活动、李强与心理等看法。后者和与会的侨胞交换意见，充分达到学习与交流的目的。国民中华文化协会会长徐慧文表示，使得侨胞长期面对文化冲击以及生活的压力，妥善调适个人身心十分重要。除了锻炼身体，读书与良久都是保持生命活力的最好的方法。协会因此筹组国民知性读书会，计划定期举办专题咨询以及谈话活动，增强彼此的联系，同时吸取中华历史文化与现代新知，启发个人思想。屏东县政府在5号举办慢活屏北生活体验屏北三乡生态旅游廊道游程推广记者会。县长韩孟安表示，今年暑假首推的屏北三乡生态旅游廊游程，提供亲子的寓教于乐、健康阳光的度假选择。而县府园林处则表示，国内部落深度旅游日渐热门，县府今年在屏北三乡境内设计结合生态、人文等元素的9大主题游程，范围涵盖地区将从屏东县北部到太原三地南乡、马家乡等三乡经典在地的部落，力求带给游客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体验。台湾台湾联会1周年暨庆端午聚会2号在滨海大道举行，会长蔡俊哲特别感谢在布里斯本的昆士兰客家会赞助200个粽子，让在台湾市的李家游子吃到久违的台湾美味。而布里斯本侨侨中心主任董佑文也代表侨委会驻布里斯本办事处向台侨乡亲问安，并且恳请侨胞多加关怀台湾背包客注意工作以及生活安全。以上财务重点要闻，谢谢收听。以上节目由常务委员会委托中央广播电台直播。不管您来自哪里，说的是哪一种语言，我们都是地球通道的一份子。为了让我们的家庭更美好，我们应该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欢迎收听林慧芝主持的《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同掌握世界的脉动。世界大国民为您掌握台湾、两岸以及全球脉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慧芝。世界大国民节目内容包括有台湾、两岸以及国际的政治、外交、人权、财经、文化、科学相关的议题，涵盖面非常广泛。各位朋友，切实掌握世界的脉动，真正成为世界大国民。今天节目为听众朋友安排的是一系列话题单元，访问的特别来宾是台湾指标民调公司的总经理戴立安，戴总经理。这是为了向台湾民众传达的。听众和大家以责任的民调数据结果为他们提供这些的数据。接下来我们就快来收听今天的时事放大镜单元。这个不听过了，你呀，你也不听了呢。我跟那个弟弟，你们刚刚说我不听了，你们是干嘛？阿拉尼卡，你一直在我们那里在后边呢，你听到了吧？这个月是个月的手机机这个月好了，你把下面的老师带你去把手机的吧，安全是这个月的手机你看这样这个看到吗？啊，运动了刚好你带你去毕竟这个手机课程在这可以还是刚的刚的一点慢的啊，再见毕竟这个手机课程在这你要在这身处方面去带什么一点可以还是开心或者安全
这些是在一些部队的外面的包括在非常成功的人一个就是啊我是经理我也是要一些商品刚通过这些工业业那我心里那边那个里面他说了出来自己这个范围你是不是要做的一些事所以那个人自己自己说出来高木格里他一些比较忘了我说的是我的你是他的人那么多的自己自己说这就是我的人他的不够的所以你就不会让你的人无法而是我们他的解吧其实那个是这俩其实这个是错误过的我在地上你也很甜我在爱情里那个人也是那里就那个是这个点是吧我是你自己把理解还是你的理解啊你把自己的思想你那个是不过你的这些看你的理解我的阳光下吧而且很急我的学校是不顾的你说你是而是哪些人你顾一些你那些啊我的人是不能拿我去那家抓的他是说他的事我刚说的拿我去那里去说到这次是要说我的目的是说到的是你们来去解释的事情你们就是说你们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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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到底你才能够发这些机率的话如果你还记得吧他放了上面的话就在一起啊你要做什么呢他是什么呢你不能够一起来做的都在一起啊放心啊诶那后面呢他是几岁我在这那些年那几岁那个肉你要得的我的心里也有这个东西啊我的心里也有啊你